阻止，阻止。依照我对游戏的认知，这台一定是最强的，因为它放在通行证最后面。消防车，哎，讲到消防车，我只会想到阿爆。3290可以买，可以买一万哦。啊，那这个嘞？这个机票要多少钱？这个机票只要1000呢。购买3290，购买高级机票来了。高级机票啊，我要怎么领取？都在我信箱了吗？我刚刚已经领到了吗？我已检视上述内容，并购买该道具。有了，我的任务解完了，我有这台了。夜鹰，还有尼欧。哇塞，好帅哦！黑暗英雄尼欧，驾驶着夜鹰要来出击了。红的发紫，紫的发黑，三个颜色都到齐了。哇，好帅！商城的东西没有东西可以买了、啊，风暴应该也蛮好开的啦。然后商城现在的东西啊，跟各位观众朋友们讲，商城现在的东西，它就只有这台风暴跟这两个用这个游戏金币就能买的了，剩下就是机票了。那机票的话呢，我记得你可以只买左边那个比较便宜，然后可以解任务就好。好，等一下再来开这个。我只能说这个游戏很佛啊，上线没有东西可以买。哇、哦！哇哈哈哈！你又倒了。这个夜鹰蛮好开的耶，它胎痕是中等偏细，不到偏细啦，但是就是比一般的那种正规车再细一点，车型还蛮小的。蓝满，蓝满。好啦，啊，完了，没气了。啊，我知道那个队友啊！我天哪，你有好中二哦！我希望他下一个礼拜就可以开更多东西让我买。不是，出一单还没有东西可以买、欸，天哪，这游戏太佛心了吧！我出了一单，然后商城东西就买完了、欸，还有剩，而且我还是傻逼的那种。哇，矿山曲折滑坡，有测车环节吗？不是，现在测车感受不到那个东西啊，不能改装啊。现在氪金你可以买那个尼欧，中二尼欧哦。红的发紫，紫的发黑的尼欧、哦，啊，你们不要念错，是尼欧，好吗？哦，这又跳一下。然后水进来，不甩了，不甩了，不甩了。
再试再试。车子再快一点好不好？可以啦，等改装啊，等改装。那个甩过去的弧度不够啊，感觉就不够啊。有了，就只有我在颁奖台上哭，他们都很开心，就只有我在颁奖台上哭。主播要开自定房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用这个跟大家跑一下。哦，有了，跷跷板没有，这看起来都真人啊。电脑看起来是一些英文跟数字 ID 掺杂的人呢、欸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电脑？你们如果用数字键玩，记得把那个数字键的那个灯按掉。前面那个 orange， 那个还哎哎。这里先抓地下，我们这个气量不够，然后我们卡他一下，然后这里他就没气了，我们这里凹他车，他怎么看起来气那么多？哇，哈哈哈，我过了过了。这里有慢一点再甩，这个感觉可以下去再甩就好了。没气了，好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啊！车失控，抓地下。哇、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忍一下忍一下忍一下，开气，起票，有了。等我有排队吗？有，排了28000，然后我的 ID 就没了。哦，这游戏我就很强。哦，高段局高段局。都是矿车仔，啊！接过了，接过。我们有队友吗？我们有队友吗？没有队友，对方三排。停车挡我！
太狠了，太狠了！结果啊，矿车看起来好强哦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挖矿大队耶！